夢をかけるよ、何回だって勝ち進め、勝利のその先へ。ただいま、我是地奇。今天是好久不见的幕后花絮系列，这次是拍摄赛马娘 Pretty Dubby 里面的歌曲，所以我们就特地的找了个马场进行拍摄。快速的稍作讲解，赛马娘是由游戏开发公司 CY Game 以制作手机游戏与 PC 游戏为主导，包含动画、漫画和音乐的多媒体企划。而我呢，是因为动画而入坑的。剧情大纲是在描述拥有竞跑能力的马娘与人类共存在世界上的故事，但剧情中心几乎都是以环绕着马娘之间的比赛为主，而马娘呢，其实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马匹来做拟人化的。往往现实里真实发生的事情才是最能打动人的，所以我真他妈哭爆啊！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趁着这段时间把第一季跟第二季给看完。好啦，开头就不多说啦，如果还没有看过舞蹈甄辩的小伙伴记得回头看看。那我们就开始这次的花絮吧。马耳掉了。啊？片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马场里面骑马。有人猜得出来我今天扮什么吗？我是东海帝王。我今天扮的是赛马娘里面的东海帝王。耶、yeah! ！那我们就去体验吧 ，Go！ 可爱了吧？嗨。培养，摸它它会怎样吗？你可以直接摸它。它乖吗？它很乖。Angel。哎、欸，好乖哦！牛牛牛，你跟我一样，你看我的刘海，好乖哦！你根本就不敢，你在那边讲哪有？我敢，好可爱哦！他在闻我的味道吗？嗯，好 ，Angel， 他摸哪里会舒服啊？马基本上他任何地方都可以。好，嘿，我们现在要来体验骑马了。我们请我们今天教我们的教练，教练叫什么名字？彭彭，彭彭教练你好，那这只马叫什么名字 ？Angel，Angel， 嗨，你好，那今天就麻烦你了。好，你先帮我站到这个椅子上面，这边。你的左手帮我抓这里，好，这边。你的左脚帮我踩进来，踩进来。好，直接跨上去，直接这样子。对，抓着，然后直接跨上去。可以。五，二。好了，我们踩的那个叫脚蹬。嗯，好，我们在踩脚蹬，我们只要踩脚掌的三分之一就好了。大腿、膝盖放轻松，对，好，身体腰跟着摆动。对，对，跟着摆动，跟着摆动，很好。好，等一下我会让它变快步，
快步。对，你一样维持现在这个感觉，这个样子坐在他身上，然后一样让你的腰很持续的跟着他摆动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动作叫做压浪。压浪。对，马在走的速度叫快步。嗯。然后基本上我们马在运动的模式有三种：慢步、快步，再来就是跑步，基本上是这三个运动模式。哦，你坐在马上，你要像坐在自行车上面一样。哦，好。好，你刚才在做压浪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屁股被它弹一下、弹一下、弹一下？嗯。对，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打浪。打浪。对，在你压浪的时候，你感觉屁股被它弹的时候，你要顺势跟着它一起站起来。对。你要跟我心灵的沟通啊。好。好，来，再一次哦。站，站着就坐，站了就坐。来，再一次，来站，站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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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高一点，站坐。站坐站坐，不要那么急着坐。好，站。三，谢谢 Angel。 那教练，我想问啊，买这样一匹马要多少钱啊？一匹马哦，对啊，都不便宜耶，100到1000都有。哦，好贵哦。啊，所以我现在骑着100万，差不多。我骑着100万。你是很渴，他是要先喝水，你的舌头都出来了。Angel 辛苦你了，你可以跟我拍照吗？他不想拍照，他是不是不爽了？因为你的帽子会去撞到他。好温哦，他的舌头。这是怎样？点头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废话。5、4、3，走。滑鞋是这样，好，几岁了？5、4、3，走，快，再快，可以，前面没人，可以，可以，再再，滑下来，好，再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下次用。